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，来问我们的天地姐，今天是12月27号，接着商协进度来玩。好，27号，好，要跨年了。先来看一下我的玄宇吧。我是还蛮看好玄宇的，因为我有玩了一下下，觉得还不错用，还不错用。啊，因为不错用嘛，所以我就先把上下路的技能点到这里啊。哦，你就不要单纯走一路嘛，我就上下路都点，把这个技能点开，因为这技能都看起来都蛮好用的，我就把它点开了。不然理论上你应该走满一路啊。那点到这边有个缺点，就是你要花一些灵陨石，然后你又不能点到后面这些，这个可以选属性的，会稍微伤一点点，伤一点点属性啊。好，这个玄宇的话，我目前还在练，战力3800，然后三星而已，这个也还没练完，因为也花了蛮多体力的嘛，每天就慢慢刷吧。提升 OK 了，然后目前三星而已哦，还在刷，每天就慢慢刷。不然下一期可以来玩一下，这一只，这只很好用，真的很好用。怎么说？就射程加二啊，射程加二还不好用吗？然后这一招是射程三啊，也就是说你用这一招的时候是射程五啊。兄弟，射程5吧，只是说它的缺点就是你这个主动使用伤害技能的话会消失啊，这个阵雨啊，所以你可以平时用普攻，普攻的话就四格。万事长生。哦，好，就这样。来玩限时活动。寒川子息，那我上一期打完剧情嘛，然后我们来玩一下挑战，我也都还没有玩，然后玩完挑战之后再接着玩一下这个吧，看一看剧情啊，今天就这样。哎呀，每次按上又跳出去，好，那就来吧，现在难度都没有一开始那么难的啦。主要是大家等级啊、角色啊都练起来了，就算后面位阶有65的话，也没有很难。今天对我来说的话，还没到换日线嘛，还没到换日线的话，我三头山打完了，那没有拿到好东西，就那个无边落木烂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成就吧。成就的话就这样，五回合通关，然后我们这两只角色玄宇跟云香都不能受伤。好，试试看吧。那这样打上来是不是？我试试看啊，不行的话就重来，射不死哦。那这只射得死吗？这只可以射死。欸，为什么我打这个打不死哦？不知道，那我打这只好了，试试看。这边有弹射嘛，然后还有这一招，这招是什么？这招是大招吗？法攻两个，单体伤害，然后要气力是不是？好，弹射一下。这里的话，他会护卫嘛？我们不要。那我们这边打他可能也打不死，那我们用这一招吧。好像有一个先造成伤害，是不是？皆为试炼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要介绍这两只的，就让你们想要去抽角色啊。我觉得是这样啦。哦，会让你想要抽角色，我觉得好好用哦，怎么那么好用？然后赶快抽一抽。
我再看看吧。最后一天的话，搞不好我也想要来抽一下云香啊，好玩就好嘛，抽来玩一下。那这边因为我们射程加一的，哦，你们看我射程加一吧，波阿爸有吗？还没有，射程还没有加一，反正我应该可以直接打死他。有邪力技。红绿嘛，我应该可以打死这只，应该可以打死。欸，我们那个效果好像不错欸，这个大招啊，我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阵的有没有？有一个额外伤害，每回发动三次。因为我面对他嘛，然后他有燃烧吧，那个敌人有燃烧，然后我就可以造成他的伤害，应该是这个效果啊。因为这只云霄我还没有看，还没有仔细去看这些他的那些天赋啊，因为我没有啊，没有就以前就稍微介绍过，我就忘了，好吧。那我们这边我也不知道，继续往前走吧。反正有问题我们就回棋啊，啊如果再打不过就重来，就重来。我想一下哦。打得到吗？可以打死欸。那应该可以吧。我打这一只嘛。然后。这个应该就打这一只没问题了吧？好，这关很简单，过了过了过了，过了过了，不然就多试几次也会过啦。这里的话，这样会打那个红色，我们不要，因为我们打不是红色的。你看我们射程很高嘛，我们现在射程已经四格了，一二三，我们现在射程三。应该是吧 ，check 一下。哦，对，我们现在设成四了，一二三四，我们要打蓝色的冰属性。然后踩这个吧，然后用这一招吧。这两只我应该可以弹死吧？我们待会用这个，因为我会再动嘛。反正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来回棋。好，弹死他们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过关五回合刚刚好，所以这关没有说很难啦齁，你就稍微动动脑筋就可以。OK， 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好，继续这个重复的。这个的话，我们随便用应该能过吧？刚好我可以用我的玄羽齁。好，刚好来玩，稍微玩一下玄羽，玄羽嘛，对不对？玄羽有战阵吗？他应该没有战阵才对，他应该没有战阵。那我们来上个铁位吧。这样就有战阵嘛。尽绵薄之力。好，这个其实随便打就可以了。我现在用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个警戒嘛，对不对？有一个警戒区嘛。警戒区是这样啦，你警戒这里啊。索命无形。好，他们被警戒。哎，这关。这关比刚我们刚玩这关是从这边开始打嘛，对不对？
可是我觉得他会靠过来啦，我还会靠过来。警戒区这边有一格嘛，除非你要退后。哦，你看他被击退，但是因为直接射死，他应该要被击退的啦，他就直接射死。那我现在射程变四，射变三。哦，这一回有变三，然后这警戒区应该是两回，然后我这个一招，这一招原本是射程三嘛，然后我现在射程加一变射程四，然后放完之后我那个震赫就不见了，不是震赫了，那个阵雨，这个天赋这个阵雨就不见了，所以你开才是尽量是用普攻啦，还敌人嘞，我在这里哦，真可爱、哦。完全没发现他。OK， 玄宇，我觉得只要你战力够高，装备都很好了，哦，然后你都练度都 OK 了，他是一个很强的角色，至少是目前那个宇士最强的。射程加二，哎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打 BOSS 可以白打 BOSS， 哎、欸，我好不容易拿到这个。魂光不知道几万去耶，来看一下剧情。你看我前几期有抱怨嘛，就太文言文了啦，我觉得应该要白话一点，好不好？吸引更多想玩的人来，想玩这款游戏的人来玩，不要让人家觉得障碍太高，难度太高。战棋游戏嘛，就是他抓到那个平衡，让人家想要来玩。毕竟现在九游、手游九成都是那个放置挂机吧，然后七八成都放置挂机，不然就是 MMO 也是自动挂机。好，过了。继续吧，玩一个剧情。稍微玩一下吧，今天就不要玩太久。一样，整个副本就这两个姐妹的天下。云香是控制型的法师啊，这个游戏的控制我都觉得手手。为什么有什么地方需要控制 ？PVP 嘛，就七月流火嘛，流火。那你不想打流火的人，你干嘛控制？像我当初林月如。抽到五星去了，抽到三次了，抽到好几次吧，一下就五星了。那林月如我很少用啊，因为它是控制啊，有晕眩嘛，一个御风，然后没有什么保命技，你也不可能拿它打 BOSS 啊。哦，好，大只的 BOSS 出现了，但是这是剧情关卡啦，所以说应该收手吧。不会太难，这个应该是名毒。姐姐，你是弓箭手，你要站后排啊！哦，不对，妹妹也是法师，两个都是远程输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攻略啊？没有人留言，大家都不想留言了。这个游戏，哦，也就这样了啦。这一招是什么？祭火同名。神锐是不是？然后这一招是刚刚说的嘛，需要气，这个是什么？回旋哦，弹射。图标没那么熟、哦。哇，只能弹这两只哎。神佛接探，皆为试炼。竟然没弹死。哇！被偷袭了，
我们没有回血机制哎、欸，糟糕！我会不会打不过，然后要重来啊？我于林中来，皆为试炼。这招是哦，戒警戒区就对了。皆为试炼。普攻打得死吗？就我是不是应该一开始先警戒他一下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在外面就可以烧死他了、欸，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哇，我的射程变好远啊！你看，白打他有没有？就我刚说的，你可以白打他，根本就很轻松啊。然后我现在就变成射程就没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再等一下。因为我刚刚用技能打死他吧，烧死，哇，好简单哦，完全没难度。所以玄宇，我觉得他是现在羽士里面可以白打 BOSS 的，真的超级安全，射程四哎。好，继续。我来看一下下一关，应该就是挑战嘛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角色，还是用他们的角色。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角色，会很简单，就会比较简单啦。这只我们无相上期有看到嘛，一个光系的铁卫。四回合通关，我方无人阵亡。好，进来看看吧。好，来看看。哦，还是要用那个这两只角色。哦，还是要用这两只角色。哎，四十哦。我们来看一下成就任务。啊，不然我下期再来打好了，好不好？四回通关嘛，无人阵亡，然后不可以踩到这个火墙。这个应该也是有一些打法，我再研究一下。哦，下一集再打好了，我们不要玩太久，呵呵，我不要玩太久。车队，下一集我就来打这个嘛，然后介绍一下玄宇 ，OK 啊？让玄宇去打那个一些 BOSS 嘛，然后可以远远的打 BOSS， 会很轻松啊。好，那这期就小玩一下吧，就先这样吧。反正这个活动一个月，现在都二十几天啊，超久，慢慢玩就可以。嗯，那我刚看了一下微博，没有新东西。哦，这周可能没有什么更新了啦，没有什么更新内容了。再看看吧，有的话我也可以贴上去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